到斯特兰奇之家，要来一份黑魔法海苔卷和魔法火焰特饮吗？提升搭配之力，成为超强的搭配师吧。任何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在魔法世界发生。美不止一种形态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应该被欣赏和祝福。介绍一下，我是伟大魔女的传人瑟西十四世。我们一起提升搭配之力，成为超强的搭配师。
法礼花。来到斯特兰奇之家，要来一份黑魔法海苔卷和魔法火焰特饮吗？这里是西西亚设计学院，你不用害怕别人的眼光。魔法不曾消失，搭配之力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魔法。我明白了，想要复现祖母的魔法咒语，不仅要加入相关的魔法材料，还有一些爱。灰灰草身上似乎有神奇的魔法力量，自从他加入了斯特兰奇之家，我的客厅整洁咒就灵验多了。任何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在魔法世界发生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伟大魔女的传人瑟西十四世。灰灰草似乎藏着很多秘密，无论它的秘密是什么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既然尼尼尔的神明并非完美无缺，那为什么要随意评判别人的外貌？别小看地上的这些礼花碎屑，它们可是魔女历史上研发魔法礼花咒的重要实验记录。美不止一种形态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应该被欣赏和祝福。要不要加入我的神奇人类研究社？明年就会变成西西亚第一大社团了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足够奇怪，欢迎随时加入斯特兰奇之家。我眼角的符文代表着被封印的神秘力量，你如果想要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画一个。Thank you.